给不给钱？反正你要不给钱，我就死了。那赵姐怎么？拿三十万去救我？你就说你不借啊？你去干啥？你来都行啊。就是。嘿，别乱来啊！ 家是正经继承人，死的你血，啊，这三十万，对吧？你把三十万给我，这个事儿咱们就谈了。那行。